所以我也希望各位小朋友这礼拜所学的记得回去后还是要继续练习继续玩，
才能够把这个所学的继续在这边交给其他同学，把它发扬下去。最后，我也希望今天的活动呢能够圆满的成功，也希望所有的家长未来可以继续支持我们交通中文学校联合会所办的各项活动。谢谢大家，谢谢。我们看到现场来了许多的贵宾哦，现在我们一起来邀请的是中华民国侨务委员会侨务委员王珠儿王委员为我们致辞，我们一起掌声欢迎。坐下来吧，太高了个子。欧阳田副主任，夏令营营长王延田，加东中文学校联合会理事长善年，各位老师，各位家长，小朋友们，大家好。好。非常高兴能参加今天的结业成果展。我进来的时候，我就看到很多的那个你们的所有你们的成果，你们小朋友真厉害，真棒，做的那艺术非常好，可以拿去卖喽。做得很好啊。这次在中华民国侨委会的协助下，今年夏令营办得有声有色，感谢从远道的黄老师跟郑老师，将他们的丰富经验传递给我们在多伦多地区的华人子弟，让他们更深地了解到中华文化及台湾民俗艺术。希望同学们将你们学到的成果带回到你们的各位主流学校。最后祝大家平安喜乐，明年我们再会喽。谢谢我们的诸位委员，谢谢。我们知道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就是你们已经到了结业了啊。到了结业最大最大的 rewarding 是什么？就可以拿到自己的certificate， 对不对？所以现在呢，我们要请我们的营长王元培营长先出席，然后我们将请各班的代表一起来接收我们这次在你们这一个礼拜来的一个丰硕的成果，得到了一个结业的证书。我们现在请营长到前面来，同时将要邀请我们有中校人24个班级，我们将派每一个班级的代表出来为我们领这个结业证书。第一个，我们一起欢迎中班的代表郑顺元 Kevin Chan。 恭喜你们在这一周完整的结束了，也完成了这一周的学习。谢谢。下一个班级，让我们一起欢迎校班的代表郑顺英 Winnie Chan。 下面我们一起来欢迎人班的代表林燕婷 Yan Ting Lin。现在我们先点好不好？待会我们在一起结束的时候我们再发好吗？燕婷，来，我们一起接受营长跟市理事长致赠结业证书。再次掌声恭喜，谢谢。最后我们一起欢迎爱班的代表范江柔一 Zoe Fan Jiang， 是哪一位？欢迎你出来。再一张。OK。再次的恭喜你们，然后也给自己一个爱的鼓励，好不好 ？1, 2, 3。在这里补充一下哈，刚刚几位同学呢，是经过我们辅导长跟辅导员啊，他们的大哥哥大姐姐评核之后，觉得是最具有代表性的每一班的最优秀的同学，好，所以这个被推选出来代表领这个结业证书。谢谢理事长，谢谢。来，我们再次的给自己一个掌声，在这一周里面我们学到了好多东西。在这一周里面，我们有这么多的时间可以跟处理你们
的辅导长跟爱心的哥哥姐姐大家在一起以外，最重要的是教导你们的老师。这两位老师记不记得是哪两位老师？谁可以告诉我？有谁？来，你告诉我，那是什么老师？郑老师，非常好。我们有没有小奖品？哎，不是郑老师吗？是不是？我们对，我们待会有。我没有你这位小朋友，帮他会记得。另外一位老师是谁？大声告诉我来。教你们跳舞、唱歌、开心的那位是谁？黄老师，非常好哦。这个特别的时刻哦，我相信大家有看到黄老师跟郑老师非常用心的陪伴大家的同时呢，我们试着也很努力的，他们从台湾飞飞机飞了这么远，十几个小时过来在这里，除了要教你们不断是才艺以外，最重要的是希望把我们的中华文化落实在你们的生活教育里面。我们相信今天在场的各位爸爸妈妈在这一周下来一定有感受到孩子们接受到的人文的礼仪，接受到生活中的教育，是不是？如果您有感受到，请您用您的掌声让我们知道你们真的有感受到，谢谢你们。在此同时呢，我们将要邀请这两位从远从台湾来的客座老师，将请师理事长前出席为我们颁发给这两位老师特别的礼物跟致赠我们的感谢状。我们请欢迎黄雪芳黄老师以及郑仁成郑老师。我相信在开幕典礼的时候呢，大家应该都知道黄老师跟郑老师的一些特别的背景哦。那我们现在再次的掌声，谢谢他们这一周来给我们特别的教导跟学习。很快的让大家知道黄老师在1980年曾经到过了泰国，1981年跟1982年呢也曾经到过远赴南非，也到了美东各个地方以及洪都拉斯以及马来西亚地方等教学。郑老师非常特别的是，他也曾经在1903年赴印尼，1904年也到马来西亚做特别的教学。其中呢，如果大家知道耳熟能详的一位非常会跳舞的欧弟，他曾经郑老师也曾经是 OD 在做 MV 的一位就是跳绳指导的特别教练。再一张，再一张。再次的，我们谢谢，非常谢谢黄老师跟郑老师带来如此特别的一个相处跟陪伴。相信待会很快的我们将会看到一个特别的表演，谢谢。当然在此同时，我们刚才提到了两位主要的老师之外呢，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整个团队在这里付出的时间，付出的爱心。所以呢，在此我们也将要请我们的市理事长以及袁培营长来为我们致赠给本地老师助教以及辅导员还有义工的谢礼。需不需要我们一一把唱名念出来？OK， 我们将一起来欢迎哦，请用您温暖的双手，让我们一起来谢谢这些老师。第一位赵斌赵老师，赵老师，谢谢陈璇陈老师，对，陈璇陈老师，好，等一下啊。我们要不要一起把老师叫出来，我们一起拍个照好不好？因为我们后面还有李全成教练，李教练您在现场吗？教练有没有来？教练有没有在现场？还有一直陪伴我们的唐玉英，是我们的舞蹈助教以及本地的执行秘书，来拍手。同时我们还要看到是王明璇，也是我们体育的助教 Alex， are you here？ 来请出席。请孩子们，我们继续用您的双手一起谢谢这些老师，还有我们的辅导长郭心如郭老师。孩子们，让我们一起再用您的双手，来来来加油，我们请拍手谢谢他们。孙
仲义中班的辅导员孙仲义，校班的辅导员王晴晶，拍拍手，谢谢你们。人班的辅导员周文浩，文浩在吗？以及爱班的辅导员孙仲曼，仲曼，谢谢。谢谢各位家长。同时呢，在这里面我们非常要感谢的是我们义工队的组长古念平，古念平古校长，拍拍手，谢谢我们的义工组长，谢谢你。好，我们一起在这边先拍一个大合照。好，靠近一点好吗？再靠近一点。理事长还要发感谢状，是不是？证书。还有一个陈芝玲，请陈芝玲也出点。恭喜志玲，我们一起给她一个掌声。恭喜你们。好，合照的时间都是最快乐的时间，请你们展开你们的笑容，让我们一起留下特别的回忆。OK， 谢谢，再次的谢谢这些辛勤陪伴我们这一周以来的义工、辅导长、辅导员以及老师们，还有我们的助教。谢谢营长，也谢谢我们的理事长。好了，孩子们，接下来呢，这一周来，我们这么用心努力的过程中，我们要颁发我们的团体竞赛奖了。一、二、三。看着我咯，好，看着老师这边，我们一起保持安静，因为随时现在我们要准备有我们的团体竞赛奖。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在我们要准备颁发之前，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欧阳群副主任出席。我们的奖项呢，有一个是总冠军，另外还有一个是最佳纪律奖、最佳礼貌奖以及最佳整洁奖。觉得自己可以拿到总冠军的班级举手。都没有一个班呐、自己要觉得自己做得最好，没有吗？那我们要跳过总冠军喽。好啊，谁是最佳纪律奖？有没有谁知道 ？The best discipline 有没有 ？Best manner 呢？最佳礼貌奖？最佳整洁奖有没有？好，那这样我们要问问看副主任到底是谁？最佳总冠军是校班。我们请辅导长跟一位同学出来代表好不好？来领奖。校班是哪一班的？站在中间。哎，他们怎么快总冠军都完成？站在中间好了，出来吧。来，全部出来。恭喜你们。好，谢谢，记得说声谢谢，然后面向爸爸妈妈。过来一点好吗？我们现在请理事长、请副主任、请营长，跟我们的校班总冠军在各个方面都表现得相当好，一起留影纪念。我们一起拍拍手，再次的恭喜他们。好，谢谢。接下来请副主任来看看，最佳纪律奖是？最佳纪律奖得奖的是爱班。耶，爱班，恭喜你们！来，自己出来。
Yes, my camera. 再次的恭喜爱班得到我们的最佳纪律奖，谢谢你们，好棒。接下来最佳礼貌奖是最佳礼貌奖中班，看看中班的孩子拍拍手，一起欢迎最佳礼貌奖 Best Manner Award， 恭喜你们。记得哦，我们是最佳礼貌，别忘了当我们拿到礼物的时候记得说声好棒好棒。看前面看前面，看前面看前面 OK。记得哦，照完相以后也别忘了要说声谢谢。三种礼物一样的高级，再次的掌声，恭喜我们的中班拿到最佳礼貌奖。最后最佳整洁奖的奖项落在人班，我们一起恭喜人班，你们得到的是最佳整洁奖，非常的爱干净又整洁。来，孩子们，我们到前面来哦。等一下排队排好，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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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班的孩子们，请你们全部先到前面来。再次的恭喜人班的小朋友得到我们的最佳整洁奖。Big smile to the camera. 20 seconds.爸爸妈妈最开心看到就是自己的孩子在台上得到了优秀的成绩跟成果。最后五秒钟，我们一起拍完以后，请你们先留在原地。好，再次的谢谢，我们一起再用掌声恭喜最佳整洁奖的人班。孩子们，你们，你们，现在呢，我将请中校仁爱四个班级的孩子们到前面来，跟我们的嘉宾。一起拍 group photo. Can I have everyone come to the stage? We're gonna have a group photo together before we do the performance. Thank you. 孩子们，请到前面来，跟我们的老师、跟我们的长官一起拍一张团体照。理事长，你希望他们在后面还是前面？孩子们是不是在后面？好，就这样子，就这样子。我们请两个小班坐在前面的地上，然后大班的大男跟大女哦，在后面，先在上面，然后请你们 sit on the floor。所有的老师也请加入我们。对不起，那个简玉梅老师，我刚刚忘记了。简玉梅，那个、我要送一个礼物给简玉梅老师，感谢简老师。然后，孙浩明会长也请加入我们一起合照。孙会长。来，浩明会长，孙会长，请您到前面来。